装了水的桶子就是水桶，装了油的桶子是油桶。一个箱子装了行李就是行李箱，装了珠宝就成了珠宝箱。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，主的爱跟丰盛都在我们的里面。让我们造就自己，成为主最爱的器皿。我们一起来回应主给我们荣耀的呼召。 Thank you.
脚步仍旧安稳，因为我们在神的帐幕中欢然献祭。我们唱诗歌，我们歌颂耶和华，我们要得着神赏赐永远的福分。全心全意来爱你，阿门。